Hey,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学勤出马》的第一节。今天星期二，星期三就跑马地的八场赛事。B 跑道，这条跑道就没所谓的，前领后放都 OK 的。上个礼拜一，雷神真是要他又不是，不要他又不是。不過真係唔飛得佢，佢嗰啲馬真係跑得好喎。其實進馬名區嗰啲根本唔係話太個超啦，已經七歲啦，都俾佢贏得到。咁啊，跑得好好啊。咁啊，另外上期咁啊，阿簡信回師傅上嚟，咁啊，大家會唔會覺得都幾好睇啊？咁樣啊？如果有興趣的話咧，可以不妨WhatsApp 我或者Facebook 我話俾我聽，想我喂上嚟介紹下傾下偈啊咁樣都冇問題嘅。其實我同佢真係我識咗好多年噶啦，我十六七歲已經識佢，即係識咗廿年左右噶啦。咁啊，佢就係以一個五行屬數咁去計啲馬咯，佢就唔係話。即係佢計個馬名，佢就唔識睇馬嘅，但佢就用嗰個五行術數去睇法，咁啊變咗我同佢就嗰個睇馬嗰個方法唔同咯。我睇咧就同佢睇法就唔同咯，係啦，因為我啲係屬於真係用資料性啊，同埋嗰個記錄性去度出嚟，咁就會有唔同咯，係啦。咁啊，另外咧，好乖啊！呢兩日咧去咗讀書啊，咁啊，嚟緊禮拜五六我都會再讀多一次，咁啊，上下堂學下英文咁樣啦，咁啊，增值一下自己啦，係啦，其實上個禮拜。啊！局東尼嗰只個好好機會都俾佢贏到莫雷拉嗰只，真係啊！唔記得講頭先，真係犀利，呢只馬好難騎。咁啊，其他講過啲馬都有啲 OK 啦，好人好事啦，迫擊炮啦，係啦，咁啊都。OK 啦，當代沙皇呢只馬之前已經有人問過呢只馬，我唔係咁中意嗰啲馬咧，佢未好收得身啊，個身咧都好重啊。其實你睇翻佢跑落啊，或者係神課咧，佢都係比較重身少少嘅。我就唔建議暫時買住，等佢跑下先，因為三班始終依家三班都實力都幾強，所以唔係太建議。搏住先呢啲，反而第九場嘅神威翱翔咧，嗰只國能嗰只咧，高達力嗰只咧，呢只馬真係要留意啦。呢次佢呢場對手其實有對手跑得出色，呢只馬要留意。一隻呢只啦，一隻迫擊炮啦，係啦。同埋就係聰明才智啦，五歲啊跳過嚟跑此程都近，咁啊呢啲馬下次咧再出都係要留意嘅。咁啊沙田就講完啦，咁就近期都騎師方面都冇乜大變動，咁啊。係啊，莫雷拉啊，突然之間嗰日啊失曬手，咁啊一隻都 win 唔到啫，咁啊基本上都唔好多馬房，好多場次都唔可以唔要佢啦。其實可能嗰日落雨啦嚇，真係唔知點解。我見佢嘅嗰只威先生佢都有騎嘅，但係。唔夠人衝，可能重磅啦，又落雨嘛。嗰日落雨其實個變化好大啊！最緊要咧，落雨咧
其實在香港來講就很少說黏地，黏地的意思呢即是地濕啦。其實在香港來講那個排水道呢是非常非常非常之好的，你看看沙田那些呢昨晚落完雨今早都還可以掛好地，為什麼啊？都是多得大家的捐輸啦，包括我啦，咁啊令到佢個菜道咧嗰個通水個系統咧係好好啊！如果你有留意一下外國有啲地方啊，法國啊、英國啊嗰啲馬場咧，成日跑大爛地啊！點解啊？個牆都冇點樣維修過，咁啊幾條木欄，咁啊你係跑啦咁樣，佢哋人唔會話壓地，乜都唔會冇香港做咁多功夫，咁啊變咗香港是個模式係比較特別少少啦。咁啊，今日就係啦。如果有興趣係啦，同埋我都決定嚟緊咧，會兩三個禮拜左右啦，就會請一個好友上嚟啦。咁啊，都叫特別嘉賓啦。咁都係識馬嘅。都是識馬的，不是完全不識馬的，一定是可能分鐘熟過我添嘅。咁啊，希望多啲人收睇啦，係啦。咁我就會準備啦，兩至三個禮拜到會有一次特別嘉賓啦，係啦，希望各位留意一下啦，好冇？咁啊，第一節的時間差不多了，我們第二節回來先講今天的 tips。